我们总算解决了他。糟糕，受损太严重了，他们快要…… 卡特加，我们完全没有胜算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！朋友，我们感觉到地下传来剧烈震动，担心最坏的结果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活下来，拉萨葛斯死了，可是他的同胞被释放出来了。诺斯多姆，怎么了？时间之道非常混乱，但是依然模糊不清。黑暗的未来正蠢蠢欲动，我们没时间准备对抗他们的袭击。拉萨葛斯因为鲁莽而丧生，但他们不会犯下同样的错误，他们会等到力量恢复之后，再谨慎进行下一步。 那我们就必须主动出击，赶在他们复原前先下手。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伊瑞迪科隆能够控制大地，庇护他们躲在我们去不了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个伊瑞迪科隆让你这么苦恼？剩下的三个化身中，维莱诺斯和菲拉卡始终是为了洪荒化身的理想奋战。 但是伊瑞迪科隆想要的是战争，他是最后落网的，也是最难控制的。最后，为了延续他们的理想，他做了一场恐怖的交易，强烈的绝望让他变得十分危险。我认为其他化身永远不会察觉他的内心有多邪恶。我们不能放弃希望。 这场仗无可避免。虽然尚未取回守护巨龙的力量，但是可以恢复以往的团结，治愈巨龙军团，接纳我们的盟友。唯有团结一心，才有机会获胜。团结一心。
你来这里是因为有什么冒险吗？我可以加入吗？我会测试你的能耐，等你准备好开始，到创新引擎的前面就定位。做得好，引擎接受了调整后的核心。凡人，你好，你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在此同时，我的使命也结束了。但如果你需要我的协助，尽管呼唤我。